找摊位啊？啊，你要有摊位才有去啊，没有摊位怎么去、啊？随便都随便都。哪里？那里也行，那情况也严的。你这里是邀请人去的，你哪里去啊？嗯。你们在这里找一个摊位去，这个可以在那边去做。哎呀，好一点，这里太吵了。这个还加别的东西吗？加菜的。就加这些菜。啊。贵州的特产。你每天工作几小时？我啊，啊，现在都十点半来到五点我就收摊了。下午五点收摊了？卖学生就是卖学生那个就要累一点，卖学生早上四点半就起床。哦。因为你要提前收拾好，提前搞好嘛。学生来就是那20多分钟就卖。学生明天读书就在学校门口卖。做这个很辛苦的。确实是。吃不得苦的人一般做不上来的。这学生喜欢吃哎。啊，学生。这个也不贵，他们也消费的。
要付得起。去了你，我在这边习惯了呀。我在这边，我主要是早上先卖，还要辣椒啊。哎呀，叫小姐姐。哎呀，谁都是想要更年轻一点嘛。好的。